你要在那边玩啊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弄这个啊。来，你要在这边按啊。又有双语童话故事，拇指姑娘。爸爸，你在这里按。来，我们来这边按，来这边按，拿到这边来按。哇！来。人希望有个孩子，仙女完成她的心愿，童话里出现拇指大的女孩，大家都叫她拇指姑娘。一天晚上，来了一只癞蛤蟆，她将拇指姑娘偷偷带走，想让自己的儿子与她结婚。拇指姑娘不愿嫁给癞蛤蟆，鱼听到拇指姑娘的哭声，便把她放在荷叶上带走。甲虫把拇指姑娘带到树上，但是甲虫的朋友却说，它只有两只脚好丑。他们把拇指姑娘扔在树林里，拇指姑娘孤单地走着，肚子饿了就吃果子，口渴了就喝叶子上的露水。冬天来临，树林里到处都是。你要在这边玩，来，坐在这边，坐在这边玩，坐这边玩。来来来，过去吃粑粑。老鼠太太收留了拇指姑娘。你要坐这边，你要坐这边。发现一只健康的燕子，对，燕子肚子，不能帮它疗伤。那这样，你要坐这边玩，坐这边。先生希望能和拇指姑娘结婚，它只有两只脚。拇指姑娘不愿意，但老鼠太太却答应鼹鼠先生的请求。鼹鼠先生决定。春天一到就举行婚礼。为什么一直走这里？那我把它过去这边。他不喜欢住在黑暗的地洞里。燕子飞来安慰拇指姑娘，原来他是拇指姑娘救活的那只燕子。他带着拇指姑娘飞向温暖的国度。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，几颗？终于把它和王子结婚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。你要讲故事给妈妈听啊！我喜欢讲。你不喜欢讲啊？妈妈想听你讲故事。讲故事很无聊哎。啊，很无聊啊、哦，那就不要听故事了。你要听啊、哦！嘟嘟嘟，我是猪。给小朋友的话，爸爸，我不喜欢听哎。你要那你要听哪一个？那我们听广播好不好？听广播。广播，可是他没有小朋友。你不喜欢听拇指姑娘啦？那你要听哪一个？小朋友，当你遇到困难时，是不是能够勇于面对这些困境呢？玩别的、哦，那等奶奶买水果回来，我们再去玩，好不好？对啊。
三哦，你压扁了。三女童话故事，快点关。关掉啊！不要听了，是不是？听着不好听。不好听，那爸爸去拿别的好不好？我忘记了。你是你想睡觉了对不对？想玩别的东西。哎，倒车入库也不玩了、哦。好，那你玩啊？啊，你都在乱玩呢。你是不是都在乱玩？老师在那里呀。啊？你破坏了哈！爸爸，你要帮我按呐、啊！我帮你按、啊。你都有看照相机。我在帮你录影啊。你一直看照相机很无聊哎、欸。很无聊、啊，帮你按、啊，帮你按。按哪里？你按一边啊。我按一边啊。我按这边。我按这边。你看，你没有按。我要按那里呀、啊，这里你看，这里不用按啊，两边都按，要按哦。对。为什么？两边都按啊，不然他走那里不好玩、啊。好啊，那等一下，那垫子垫子垫起来，垫起来，然后这边也要垫着，还是我们听快一点。不要。我要听快一点。快点不好听哎、欸。不好听啊。我喜欢听。那听。我不喜欢听。你看，你又没有按，就卡住了。我不喜欢听。那我按，那我按。你又没有拼拼图。等一下再听。不用按啊，这里不用按啊。如果没按就不好玩了。你现在是不是在耍赖啊？那我们推到那边好了，我们推到那边，这边凹凹凸凸不能玩，这边凹凹凸凸很难玩，你要到平的地方玩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要吃糖糖吃糖糖啊？那吃几颗糖？随便。好，那我去拿。那你吃一颗，然后我也吃一颗。你一颗我一颗，你那你不行咬啊！我不能咬啊！对，为什么？你不行咬，我才让你吃。好，糖糖呢？糖糖在你口袋吗？糖糖是不是在你口袋？没有，这里的，走，在房间的。你不行咬。不要咬啊！不行咬。我不能咬啊！对。我为什么不能咬？我不能咬啊！来吃吃水果来，先吃水果好不好？跟妈妈拜拜，这边来跟妈妈拜拜。不要。妈妈拜拜，快点。那我不带你出去玩了。那你要跟我一起说。好，来一二三，妈妈拜拜。